一张 CD 专辑，哇，很精哎。对，所以现在目前执行了两个月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已经有两首歌上线了。对，目前第一首是《内心戏》，第二首是《爱上一个女孩》。好，那你的粉丝专页是怎么跟大家讲一下？可以上网。H A O R 许书豪 ，H A O R， 他们知道他们毕业演唱会。好了，那在表演之前呢，因为呢，我们还有礼物可以抽出来哦，那我们可以请书豪一起帮我们抽出下一个礼物吗？好不好？其实我发现，等一下这个应该是不只是抽礼物开心，可以上来跟书豪一起。那我们抽出来这个这个礼物是，第一个是多媒体喇叭。好、哦，多媒体喇叭，身为一个音乐人，喜欢听音乐，喇叭非常的重要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请我们的书豪帮我们抽出来这个，方便吗？还是我来？是不是可以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有谁想要喇叭的？哪边？可是我要吗？我们叫好像也没有用哦。对啊，太上抽了嘛。我直接念出来。名字得到喇叭的是陈逸云，学号10240704。有吗？有同学在现场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再抽出下面一位 ，OK 吗？好，好欸，太好了，最喜欢这种了。反正又不是我抽到，那他也不要来。哎，怎么样？乱叫。好，多游是多媒体游戏吗？哎呦，真的我猜到，多游四 D 沈一轩，有吗？一轩。没有，我们在现场是不是？那我们很快速的再抽出下面一个，硬音四 A， 王木体有吗？怎么可能会有吧？学号是10240509，同学在现场吗？啊，他在第一轮，太可惜了吧。好，再一个，哇，修运自逼蔡玉莹，哇，耶、yeah, 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，哇，太棒了哎，那恭喜这位同学得到我们多媒体喇叭，掌声鼓励。那这个
你抱着吉他可能就不分，啊，还是可以。哇，哎呦，好，那我们面向，好，我们过来一点好了，那边有那个麦克风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拍一张照片，幸运的，来，一二三。谢谢。对啊，同学在笑什么？啊，很可爱是不是？你抽到这个喇叭，你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你回去要不要按数好的粉丝团赞？上按，马上按。真的哦，好，那我们就把时间再交还给许书豪，掌声欢迎。好，大家可能有一些人很不认识我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这首歌我会带来一些你们可能有听过的歌曲，如果有听过，可以跟我一起唱吗？耶、yeah.。
好，四月底的时候，我有发了一首歌，叫做《爱上一个女孩》。然后三月的时候，有一首歌叫《内心戏》。接下来我想要唱《内心戏》给你们听，好吗？如果没有听过的，可以到我 Facebook 上面去听。好，好不好？真的有反应。好，那带来我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内心戏》。走进上天吸引我的视线，月下满天的晚霞依然是走在你的面前，你甩着可爱猫吻在我眼里荡着胸前，其实终于打开初恋，该用怎样的剧情开机失去你的动作，笑容潇洒的和你接受，那总是满足冷清洁，我忘了要买什么，为你苦思很久，下周谢谢，我是许多。